那玩意儿保留我一个天，只能让天当助理。我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，我真做不了那个主。你不行，换不着，你给我修。那明天你等明天经理来，明天经理来给你换，可以吗？我着急用手机，我等你家经理来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是一个小服务员，我真做不了那个主。你是不是开？哥，你稍微再等一会儿。我等啥？你能不能解决今天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不解决了。你别在这里了，告诉你，这事儿解决不了，明天你的店别开了，行吗？走。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！跟大家说点事儿，这两天是在外地出差办点事儿，也没时间直播。下午还生了一肚子气，去手机店跟服务员生了一肚子气。嗯，这个手机我一玩网络呀，一会儿就掉线了，一会儿掉线了。我正好有个苹果店，我寻思去把这个手机换一下或者修一下。我去店里了，服务员态度极其恶劣，要买你买新的，我们这儿修不了。也不管换，我说你这不是全国联保吗？我们管不了，不修不换，态度极其恶劣，才导致后边我跟他们发生这个口角，知道吗？嗯，我不会无缘无故的针对服务员，知道了吗，兄弟们？嗯，这个事儿呢，明天上午我还去，不给我解决，我连店都给他砸了。支持国货，没毛病。今天我来了吗？哥呀，昨天就他来到这儿来了。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听说你昨天上我们这怎么闹事儿来了？我给你说报警啊，兄弟，不是闹报事儿，你问问你这发电源带的，他们是什么态度？你们啥态度啊？你进屋，你第二我给你是给你换新的，我这是卖电话的，听说的。我们这吧是管受体，知道吗？不管维修。如果说你有钱买新的吧，是不是？维修什么呀？无所谓，我要的就是个态度。你正常卖手机是不是有个态度？哪来的？就跟那小服务员这样，你有钱，你有钱买新的吧，对不对？没有钱找个地方去修修啊。你看你家还有多少电话了？苹果电话。来，那个大哥要买电话吧，咱家还有多少电话？统计一下来。你要啥型号的？啥型号的？是苹果的动吗？对，全部的现金。十台左右吧。你看这。都要了是不是大哥？不要了，对，就找出来。行，我找找啊。大哥。哎，你别打了，你多少个拿来。一共十个，一万三。别说了，来，几万。那都留给你吧，大哥。来。这是不是我的了？对呀。干啥？哎，大哥，他要砸他自己东西，昨天把咱电脑键盘砸坏了呢。这哪个键盘啊？我手机把那发台键盘整坏了。大哥，你看你把你自己东西我管不着，你把我这个键盘都给它弄坏了，咱们就算了吗？我想想，3000。你什么键盘都3000？我这就是专用的，就是3000块钱。不是你少一块钱吗？谁电了？你电多少钱了？你电多少钱？我电多少钱？还能把我电呢？我电50万。多少钱？电多少钱？50万。行，等着。我等你呢，还我初一的。你又查查不？你给我查查。